曾经是台湾最大造纸工厂的宜兰中心文创园区，因为有很多非常有历史感的旧建筑，是很多 IG 网美拍照的景点。延续去年新奇王国的主题，再更新了入口的 3D 动画，还有马卡龙色系的纸卷造景，让你可以从白天拍到晚上，每天都有不同的体验。空拍机从远处飞进宜兰的中心文创园区，五彩缤纷的夜景让人好期待。有什么值得在夜晚来到这里一探究竟的呢？即使下着绵绵细雨，大家仍然高兴地在造景中穿梭。马卡龙色系的纸卷装置艺术，还有帆船造型的教堂，以及光影映照的地面 LED 投影，每一个设计都让人惊艳，也吸引大家来拍照打卡。光武中心一起来中心文创，感受宜兰的新气象。模仿纵横兰阳平原的几条河流，还有最贴近时节的 3D 投影造型椰蛋树和雪人，就是要吸引你的目光。从年底的椰蛋到明年春节，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带给您不同的文化体验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，还有富含胶原蛋白，还有黏多糖、低脂肪的高蛋白，肉质鲜嫩， 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。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，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。